1993年11月19日，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嘅智丽玩具厂电线短路发生大火，400多名工人被困于装上防盗铁栏嘅厂房，剩余一个30寸阔嘅通道，成为佢哋唯一嘅逃生希望。87名工人活活烧死，51人受伤。当日4位只有17至21岁嘅女仔由鬼门关逃走出嚟，20年后再聚首一堂。提翻当日香港嘅报道，触动好多读者，一下子捐出57万港币，希望佢哋好好活下去。几个是最严重的？最严重的几个送到了南方医院，当时烧伤的面积70%，深度是3度。四人住在烧伤病房半年至9个月，没完没了大大小小的手术，身上留下的疤痕，就如每分每刻都提住那一次的噩梦。现在想起来那些可怕，我那个时候完全是消防队的，把我当成一个尸体，一具尸体那样抬出来扔在那个坝子里啊！不摔的话，我肯定是没有现在存在，摔醒了把我，不摔的话，我肯定是直接拉到火葬场去了。小英受伤最严重，出院的时候全身又烂又臭，几乎冇一寸是完好。因为我表姐那个时候告诉我说，就是人瘫痪在床上几年了之后，再不能康复的话，可能就会死掉。上天的怜悯为小英带来奇迹，到雨溪镇养病一年，可以再坐起身，之后再学行，更加嫁上赤脚医生，生了个女。回想起医院痛苦的日子，幸好有家人当上守护天使。他什么歌都会唱，你最喜欢听他唱什么？他唱什么歌都好听。还有陪伴他们度过最痛苦的日子，一个收藏在黑暗小盒的小红陶瓷公仔。就我就拍一个照片，我就放在我的 QQ 群里面，希望有人来认领一样的感觉，就是可以来找到这个送玩具给我们的那个人。充满爱与祝福的小红虽然坏了，但音乐仍然留在心中。上面就是一些火苗，然后 这上面就是有3层楼发生大火了之后，就是一些血液在滴的那种。眨眼间20年，表面的伤埋口，但内心的伤就永不磨灭。带住阴霾，从有旧地走过曾经以为会被埋葬的绿田园。我也不知道，小的时候比较熟悉这里吧。以前这里是一块坝，我们小的时候都在这里玩，特别好玩。今日他们已为人母，能够为家人下厨已经是一种幸福。20年对每一个人都不容易啊，可是20年变化很大。悠闲的下午，沿重庆中原长江边迎着风散散步。当日同死神擦身而过，原来呢一切对佢哋嚟讲都得来不易。他说风雨中的这些痛痛酸酸，他擦干泪，不要问为什么。